大家好，我叫 Mark。那其实我比较少进行这种所谓的不知道我的 TA 的这样的一个会议。那所以呢，我想先询问一下大家说，大家是为了什么样的原因来这个 session？ 第二是说，大家想要多了解 NFC 呢的举手，想要知道说 NFC 它的应用的，你觉得是因为这个原因来的？我觉得占大部分。那有没有想要了解说所谓 NFC 底下的一些技术的？也蛮多人的。OK， 所以我先讲一下说这场的一个演讲内容呢，分享的内容比较偏注于在 NFC 的应用上面。那我觉得有关于技术上面的东西呢，也可以问。那在后面的 Q&A 的时候呢，我们公司有所谓无线通讯的一个博士在这边，那很多技术问题呢，也可以请教他。那我这边的话，主要的内容是怎么样去运用 MC 来做 marketing 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我自己介绍一下我自己本身，我以前的工作经历都是在 agency 或者是在所谓的行销的顾问公司。那在之前呢，我是负责 Adobe Digital Marketing 的 solution 在大中华区的这样的一个顾问的工作。那所以呢，我觉得我在自己的一个专长上面比较偏向于是 marketing。那 NFC 是我们近来在运用的一个比较常用而且新兴的一个载具，那我觉得是可以给大家一些所谓 marketing 的一些 idea 的分享。那另外呢，也可以了解到说 NFC 其实不止我们平常拿来做门禁卡、拿来做结缘卡之外，它还可以怎么玩。那最后呢，如果大家想要做更深入的应用，自己去玩那个 NFC 的话呢，我们最后有一些内容是你可以透过这样的工具呢，哪些工具你可以继续 program 这个 NFC 的贴纸，因为你手上现在大家都有一个贴纸嘛，那你自己透过这样的一个工具呢， open source 的工具，大家也可以回去自己去 program 这张贴纸，然后做你自己的应用。因为今天主要内容呢是这几块，所以呢，如果你今天呢发现说你走错场地啦、隔壁那个宅本桥其实还蛮红的，那其实我是不建议大家可以随时出去了，要上厕所或是想要换场地，这个都没关系。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说，我刚才里面有介绍到，我们今天的主要的内容呢，其实主要是偏向于 marketing。那我们公司呢，为什么跟这次所谓 open source 呢会有这样一个合作呢？其实很大的关系是，我们发觉说，其实Costco 在之前有遇到一些问题，那我们公司的一个应用呢，刚好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那我们可以等一下可以来多了解。所以很简单的一句话，我们就是做 NFC 应用的一个公司。那这些应用呢很多，那这些应用怎么来作为 marketing， 怎么来作为所谓活动，怎么来作为其他的一些玩法，其实大家都可以去想，这个只是一个所谓的 NFC， 只是一个技术，只是一个载体，只是一个手段，你拿它来做任何的事情呢，其实大家都是可以去发想。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说 ShareLike 我们公司呢，在以前呢，我们拿 NFC 拿来做什么事情呢？是有几个我们之前做过一些案例，那这里只是一部分而已。那大家可以看到说，其实在我们公司的福利还蛮好的，就是我们常常有些活动呢，可以跟一些明星啊，可以跟一些辣妹做接触。那这个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那我们这边所谓的电视电影的这样宣传呢，我这边稍微讲一下好了。我们会跟电影公司合作，那电影公司有一些宣传的活动呢，它会透过我们的应用呢，为他们在所谓的 social marketing 上面呢做一些玩法。那像在之前的所谓奥斯大利这边呢，我们跟 Dreamgirl 这边有一个合作呢，他们可以拿着我们的平板呢，大家在拍完照之后呢，就可以上传到他们的粉丝页上面。那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应用。那我们其实有做过蛮多类似的这样的活动。所以从这样很简单的图上来看，我们公司有三个主要的一个主轴，所谓 CRM， 所谓 Social Marketing， 跟 O2O， 所谓 Offline 到 Online 的这样的一个 Scope。那这个 Scope 呢，我们所用的工具呢就是 NFC。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说，其实 NFC 呢，你可以拿来做，甚至可以拿来做 CRM 的一个载体。CRM 是指客户关系管理的一个载体，甚至可以拿来做 Social Marketing 的东西。那最重要的是，
在未来，大家在谈所谓 O2O 的时候，offline online 到 offline 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呢 ，NFT 也是一个很好可以拿来作为你的手段的工具。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主题比较大，就我们现在比较 focus 在所谓的 NFT 的一个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应用。那有关 O2O、有关 CRM 的东西呢，那个是在公司的业务之一，所以我们这边就不会再多讲，这边主要会偏向所谓 social marketing 的地方。那我们为什么我们在这边呢？大家会觉得奇怪，因为 open source 本来是一个比较大家知道比较 IT 的东西，那跟 marketing 呢会扯上关系，为什么我们会站在这边呢？其实很简单，那其实我也不是跟乡民来看的，那所以呢，然后我会觉得说今天的会场人实在很多。那我就看到说，人那么多呢，人多必要排队。那我想问一下，大家在前年2011年、2012年有来参加过 Coast Cup 吗？我相信大家可能会有个经验是，你在排队要排很长，所以呢，你会感觉到啊，好挤好挤，要排很长的队才能进到会场里面。那这个是2011年的这样的一个的场景哦，排队，大家有印象的话，所以呢。大家会知道说去年跟前年的那个流量大概有多少吗？其实我跟大家讲有12 MB， 那不可能嘛，12 MB 怎么跟12 MB？ 12 MB 是1200万，台湾一般人都来参加那个 Coast Cup， 所以呢，但是我数给你看，什么叫12 MB？ 不好意思，12 MB。所以呢，2011年的时候呢。真的是有12 MB，那你看到这12 MB呢？这个很就是很塞车嘛。那2012年呢的流量也有12 MB，大家还是不相信，我还是数给大家看。不好意思，你看2011年、2012年都是12 MB，那这个情况呢，你会发现大家都在排队，有12个窗口，大家还是在排队。所以呢，今年的2013年到。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说我们到了一个比较，这个算是比较豪华的地方啊。然后呢，我们的平行的异轨呢，从3轨到8轨，但是现在同时间有8个 session 在进行。那当然我的竞争就很大了。我也很好奇，大家为什么那么多人会来这个？我们跟我们同事说，应该是有2个人，我们自己在自问自答而已。所以呢，竞争非常激烈，有8个 session。那报到的人数呢，今年有到1800人，在前年的时候，去年才900人。所以几乎是 double 的一个数量，然后呢，更可恶的是呢，这个太偏差了。这个 TICC 呢，把我们的所谓的报道区的面宽呢，只变成1/3，所以大家就可以想到什么样的情况。大家那么聪明，可以想到一个情况，就是因为塞车嘛，这是肯定的。1800人 double 的数量，然后你的那个口那个 gate 变成1/3，所以一定会塞车。然后大家就想到啊，好挤好挤，救命啊！所以呢，我们ShareLike 呢，我们也体会到这样的一个困境，就 Coast Cup 的这个这样的困境。所以呢，我们也去问了所谓的神奇海的，就是 Coast Cup 今年的一个那个 Q&A 的部分。所以我们问了神奇海螺之后呢，他跟我们讲说，其实好像 QR Code 在前年的时候，去年的时候是用 QR Code 为什么不能解决呢？那当然，我们可以讲说，它是一些什么什么的 QR Code 这个事情，大家玩到比较烂。所以呢，他就找上我们，那我们也很乐意呢去帮忙这样的一个活动。那毕竟呢，我们公司也很多是Coast Cup 的一个 fans。所以他因为我们大家可以在那个 page 上面可以看到一个 FB Card 的一个贴纸，这个贴纸就是 NFC 的一个贴纸，所以呢。这个 NFT 的贴纸呢，是让你们在我们报道的时候呢，很快的就跟你在做信用卡一样，就 BB 一下就进来。那当然之前呢，你还有一个所谓报道的一个程序，所以呢，我们是运用这样的一个贴纸呢，来做这样的一个报道的一个程序。那我们当然公司就想说，当然就当做善事了，希望可以让大家很快进来，不会塞车啊，不会在门口堵住的。所以呢。经过一夜之后呢，但这张图是要告诉大家，Coast Cup 有很多义工呢，在活动之前呢，到我们公司呢帮忙大家呢，每一张信封都贴上这个贴纸啊，很辛苦，所以也要
感谢这些义工们非常无私的赞助。那我们把贴纸放在这个信封，然后交给你之后呢，我相信大家都有做一个动作，在家里做一个登录的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呢，是让你不必要在注册的时候报到的时候呢，你还需要再去填写这样一个讯息。所以我们可以事先就知道说，你的备注上面这个 NFC 卡呢，它就代表是你的每一个 NFC 的这个贴纸，你可以知道这个就是你，因为它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注册过的一个动作。那我们在之前呢，其实就把每一个贴纸跟我们的一个序号呢做一个对应的动作。所以呢，你们上网之后，你们要输入一个序号，然后那个序号我们已经知道说是在这个贴纸上面。所以之后你在报道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哦，某某某，那已经进来做报道一个动作。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有没有问题，说为什么我们要上网先做一个我的个人讯息的填写？那在进来的时候。这一次都是由志工去帮他们出去。OK， 所以我们要感谢志工的一个无私的帮助，这样。这个就是我们那个我们公司的 CEO， 看起来很年轻，然后可能他今天竟然穿了这样进来，所以是很好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2013年呢，我们跟刚刚才拍的照片，我跟大家发现说，比我们报道的那个区域非常的挤。非常的小，但是其实我们看到排队的情况其实已经改善非常非常多了。那我觉得呢，这也是四倍数达成，然后呢，报道人数当然是有两倍以上。那这是给大家一个参考说，其实我们透过这样的应用，这个只是一个 NFC 的一块应用，大家可以想到很多很多的应用。那在稍后呢，我也可以跟大家多介绍一下说，所谓我们怎么拿 NFC 来玩，然后甚至各位。回家之后呢，你可以用你现在手上的那个贴纸做一些应用，这个是大家可以回去做的。我们接下来看什么是 NFC。那这个字我本来是不会念的，也是那个我们的 CEO 教我说这个字叫做 NFC 是三小这样，三小这样。然后 NFC 是什么呢？这个我们的CEO 呢，他在 Facebook 上面问了他的朋友。说 NFC 是什么？我们有做一个小小的一个调查了。那有些人想说，哎，是红外线啊、蓝牙的一种啊，资料交换的系统，也是其中一个人问。然后当然也有辣妹说，NFC 是手机晶片做结合的所谓近距的扫描。哎，好像也对。那另外一个同学呢，就比较幽默了，说，哎呀，就是 near field communication 嘛。然后而且还多加一句，你很幽默，因为我们的那个 CEO 本来就是在做这个。那有一个人也回答了所谓的近端无线通讯技术，这些概念呢，其实都是对的。所以呢，可见说我们 CEO 的同学们都是台大的同学，都是还蛮有 sense 的。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RFID 是什么东西，他又在问了一题。有人讲说 RFID 是 barcode， 是 tape， 是 QR code， 一样的东西。那有人会讲，哎，我都不知道什么叫 RFID， 好长的数的英文字母，四个字比 NFC 长。那就有女生会说呢，好像是一个手环，因为其实有些玩法呢，它会把 NFC 的晶片呢做成手环，那甚至做成其他的一些配件，那这些都是不一样的一个所谓的不一样的载体 的用法。那就有人会回答到说，哎，它好像是很接近，而且它就比较有。所以感应的距离比较远，那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现在目前可以看到说，大家都在谈 NFC， 大家都在谈 RFID， 那事实上呢，大家可能对它的之间的差别不是一个那么清楚，那也不知道说各自的应用在哪里。所以我们今天等一下的内容呢，会稍微对 RFID， 对NFC 做一个解释，让大家比较有清楚的概念。那我们的亲爱的 CEO 又问了他的朋友，问了他说有没有差别呢？很多人讲说啊，早就想问你了，你也不早说。所以呢，大部分人都是这两个傻傻分不清啊，就连我也是哦，在之前我也是一样。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说 NFC 其实就是 RFID， 那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RFID 是一个爸爸，
那 NLP 是这个 RFID 下面产生的其中的一个应用，那它是运用 RFID 其中一个波段呢来做这样的一个应用。那我们在最常见呢，大家一定会知道的是你的悠游卡，你的悠游卡呢，它就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应用。那大家会提到说，大部分人不知道的是 NFC 呢的资料是可以做双向传输的，所以呢，为什么说我刚才一开始有讲到这个贴纸你拿回家之后可以自己玩的？那可以自己玩的意思是说，你可以自己去做 program， 你可以对这个可以做 program， 那也可以做一些应用呢，只是做读取的动作，所以它是可以双向做传输的。那我稍微介绍一下，各位可能大家 Google 一下就知道。那 RFID 的全名呢，其实就是无线设备，然后再加上它主要作为所谓识别这个物品，这个 RFID 的识别的系统，所以大家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连接。那这个呢，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所谓 RFID 的一个 system， 它所具备的一些元件。那它会包含 reader， 那 reader 呢，大家把它想象成就是捷运卡的你在 BB 的时候的那个读取器。那它有一个 tag， 就像大家背纸上面的那个贴纸，然后它有一个天线，主要是在收那个讯息的那个天线。我都很简单的概念，对的那个话语让大家了解说，它主要整个一个配置的话会有哪些部分。那当然最后面还有一个所谓的 application system， 那这个 application system 呢，主要是去收集你在读取这个资料之后呢，那你可以做一些运用的，你资料拿进来之后呢，再做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说，最早 RFID 被拿来做应用的事情呢，应该是在做所谓的敌我辨识。空军在做在空中的时候对战的时候，你要知道说你打的人到底是你的朋友吗？对。但他没有听到我的那个话，你很想打你的朋友，所以你要知道他是你的朋友。对，你不需要知道他是敌人，你只要知道哇，他昨天偷喝了我一瓶饮料，我要把他打下来。那我们可以看到有 RFID 的几个不同的种类，那这几个不同的种类呢，也没有要求大家说一定要马上就了解，因为我也看了以后，我也背不起来。所以呢，我们的方法是，我们来看第一个所谓的比较 low frequency 的一个应用的话呢，大部分现在被用在的是所谓的那些货品啊，或比较像这个范例是所谓乳牛上面的那个 tag， 那它在出去要被宰杀的时候，很美，要被宰杀的时候呢，它就去做一个扫描的动作。那这个距离是非常非常短的。它在出闸的时候呢，它就用它那个扫描的 reader 呢，很近距离去感应它，所以这是比较短距离的一个应用。那另外一个所谓 high frequency 的话呢，这个距离比较长，但也没有很长。那大家比较看到的是所谓的捷运卡、啊。所谓的门禁卡，或者你现在有些学生证，也有一些 NFC 的芯片在里面。那另外一种大家比较会看到的应用呢，是在所谓的这个你在停车场要出去的时候呢的那个卡片，所以你会看到说，这距离好像的那个距离好像不是那么影响，好像都是要很近。其实呢，它是可以有一段距离的一个感应，主要是看你说你在做应用的时候，你怎么设计，你要用哪个波段。那最后呢，也是台湾现在也有的 ETC 的这样的一个卡片呢，这个距离就很长了，你车子过去的时候你就可以感应到它。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说，这所有我刚才提到的这些应用呢，都是属于 RFID 的一种。那 NFC 呢，是在 RFID 的这应用里面其中的一部分，就是刚才看到的门禁卡的应用，那或者是捷运卡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你会发现说你现在手上的那个备具呢，其实就是其中的 NFC 的一个应用。所以大家之后走出个会场，有一个概念，知道说 NFC 其实就是 RFID 以下的应用。那这边呢，也提到说，有很多物流公司呢，他们会对他们的卡车，对他们卡车里面的货物呢，以做 RFID 的这样一个 tag。那这个 tag 可以确保他们在出货的时候，在卡车出去他们仓库的时候，他们可以知道说哪一个卡车、哪一个货品现在已经要运送了。那到了哪个地方的时候，他再经过扫描，他就可以知道说这个货品被运到哪里。
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好玩的这个应用是，有些比较名贵的酒，它会在那个瓶盖上面呢，它会去放一个，就像我们现在那杯酒上面的这样一个贴纸呢，它可以放在它的瓶盖上面。那当你的瓶盖被打开的时候呢，这个贴纸它就被破坏，所以它被破坏的情况下呢，它就不能被读取。所以我们可以来辨别说，这瓶酒是不是假酒，是不是有被打开过，是不是有被掺入别的东西。那这个是在所谓做这种叫什么正版的这种确定确认的时候的一些应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子 RFID NFC 的应用呢，你可以拿来做很多的事情，就端看你怎么想。那也有很多人拿来做所谓医疗的领域上面应用，所谓教育的娱乐。那教育娱乐呢，这个有点像是我今天有在玩一个所谓的大地游戏，那个大地游戏呢，也是跟这个所谓娱乐这样有点像是，你要到了这边的时候，你做一个BD 的动作。那你到游乐场的时候呢，有时候游乐场会有一些活动是，它会发给你一个手环，那个手环呢进去的时候呢，你到了每一个地方每一个点，你就再做一个 BD 的动作。那这个都是一些所谓开发这种应用的一个玩法。那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有很多台湾最早在做了这个 RFID 的应用呢，其实就是那个ETC 的部分。那在 ETC 的部分呢，大家一开始的时候接受程度，我知道有很多人在被说，在辩论说到底这个安不安全啊，到底是可不可靠啊。但其实这样的技术呢，大家也看到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就已经拿来做应用了，所以这个技术其实是非常非常成熟的。那我们再来回来看到所谓 NFC 的这样一个应用，其实我们可以分为几个，我们可以做它的功能面的东西的话，其实它有所谓的 peer to peer， 其实它是可以来做所谓双向传输的一个动作。那它的功能呢，除了读取之外呢，它可以做写入的动作。所以你的学员卡、门禁卡跟你今天备注上面看到的这个 FB 的那个蓝色的那块呢，那个都是一个可以写入的一个 NFC 的一个贴纸。那另外呢，我们之后呢，台湾未来也很快会开放对第三方支付的这样一个应用呢，其实它就是属于手机的一个手机卡的模拟的这样的功能。你的手机呢，它可以自己模拟它的你的手机是一张卡，所以它是可以被读取的。那也可以是它是一个所谓的 reader， 是一个读取器的一个功能，它去读别人的卡。那我相信现在除了 iPhone 不跟大家合作，不放那个 NFC 的功能之外呢，它还有它自己的领域，我跟他聊过。所以呢，它未来一定它也会放 NFC 在它的手机上，iPhone 6也应该会一定会放。所以呢，将来呢，这个、所谓的卡的模拟呢，也是一个其中一个很应该会很流行的一个应用。你的手机可以当做卡，你的手机可以当做读取器。那我这边再顺便提到一个 marketing 上面的应用好了。那在欧洲，我们有一个 agency 呢，我们做了一个 marketing 的行销活动呢，它在街头上面放了很多的海报。那这些海报呢，各有不同的一些讯息在上面。所以呢，在人们呢，在经过这些路边的时候，看到这个海报呢，他可以用他的手机去读取上面的讯息，那就可以参与到他这个行销活动的这样的一个玩法里面。所以呢，你可以发现说，你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 NFC 的应用呢，你可以拿来做很多的事情。你可以做所谓的实体的行销的活动。那他去读了这个海报之后呢，他会连接到他的网站上面，他会连接到他的活动的时候呢的一些网站上面的讯息，所以就变成是你的实体 offline 到 online 这些部分，可以透过这样的应用去串接。我不知道大家清不清楚他做这个海报的目的。其实我们以前做很多所谓 online 的一些 marketing， 那我们会不知道说我在 offline 我在实体的一个成效是什么。我很想知道说我做了一个行销活动，在实体的店面在路边对人们的影响是什么。那可以运用这样的一个东西呢，人家到了那边的时候，到了这个海报面前做一个扫描，做一个 BB 的动作，不用再去扫那个 QR code， QR code 很烦，要拿出手机，你要有网路你才能扫。那我觉得这样是一个所谓行销的一个案例。
大家对这个有没有？我们这边借用一个 NFC 的一个图来大家跟大家说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百百种的应用，那就端看说我们怎么去做这件事情。例如，你可以用你的手机呢 ，NFC 的手机呢，当做是一个event ticket。那为什么？其实我们这件事情也可以这样做。那可是我们是因为我们知道大家的手机，尤其是 iPhone 哈，会用 iPhone， 那也没有 NFC 的功能，所以呢，我们也放弃这样的一个用法，反而用一个比较传统的方式，我们直接用人工的方式寄给大家那个贴纸，这是一个考量的。那未来呢，如果 NFC Phone 的普及率非常非常高，也许我们就不用寄给大家这个贴纸，那大家可能透过你的自己的手机，未来在入场的时候直接用你的手机做扫描就可以了。那另外呢，所谓 NFC 的载具呢，我刚才有提到，这 NFC 的载具其实可以放在很多的地方，有手环，有卡片，然后有这次使用的这个所谓的感应的识别证。那之前呢，我们有做过所谓的那个，就我们刚才提到瓶盖的那个贴纸。那这些贴纸呢，其实还有分不同的一些类别啊。那我觉得这边只是我们一些已经应用的一些载具呢。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这边可以介绍一下说 NFC 怎么跟 Marketing 做一个结合。我刚才有陆陆续续有提到的一些应用，那在这边呢，我们公司有做了一个应用是，我们会拿同样的 NFC 的装置呢，当商家顾客在这边做消费，在这边做浏览的时候呢，他做一个所谓的 BB 的动作，也有点像打卡，但是他不用用手机。他是用他的优卡，他是用他的学员证，他是用他的门禁卡。他做这样的一个动作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这样的讯息呢发表到他的 Facebook 上面。那或者呢，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动作呢，我们去知道说这个人的一个喜好的程度，就是他哪时候来访。我们可以做一个所谓 CRM 的这样的一个应用。那我们也可以透过后端一个数据的分析呢，在他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呈现不一样的一个讯息给他。那这个是我们在玩所谓的 marketing 的时候做的动作，所以呢，这边是另外一个例子。哇，我又把这个照片拿出来吸引大家。这是我们做了一个之前的一个电影 的那个活动，这样。所以我们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消费者你的顾客在做这样的一个动作的时候呢，他的 Facebook 上面就会呈现这样的一个画面。那这是一个。那大家应该可以很快感觉到说，为什么你要做这样的动作？因为以前呢，你在做打卡的时候呢，这个讯息是不是商家他可以控制的，这讯息是你去主动。但你去主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如果你用 NFC 透过这样的一个 system 的话呢，我们可以把我们想要说的话呢，想要 PO 的东西呢，放到我们的顾客上面，而且是经过他允许。那时间刚好也到了一段落，所以呢，我们这边很快的、很简单的就会分享一下我们 Open Source 的一些工具。那其实你可以在网站上面很快的找到所谓 Task Launcher 的这样一个，还有 Tag Info 跟 Tag Writer 呢。你用这些工具呢，你可以回家的时候呢，可以做一个动作。我举个例子来讲，你可以用这样的工具呢，开发一个所谓闹钟的程序。那这个有什么用呢？你可以把你的贴纸放在门口，或是放在客厅。那你的闹钟记完闹钟之后呢？如果你要暂停你的闹钟，你一定要去感应你的那个贴纸，所以你就要从床上爬起来，然后到客厅。这是强制，所谓强制性的闹钟。那这个你是可以玩的，而且你拿这样的一个 open source 的工具呢，回家很快就能开发出来。那我这个。再提醒各位一次，你的手上的这个贴纸呢，它是可以被 program， 它可以被一次性 program， 所以它是一个还是一个新的东西，你可以自己去玩它的。那最后呢，其实我们公司有在希望可以招到一些跟我们有一样兴趣的城市设计师或者是客户的经理，所以呢，我们可以在我们的那个摊位在入口处的右边，很快就会找到，可以欢迎各位跟我们大家一起聊一聊，谢谢。